大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医药无效，到处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。首都开封的疫情更为严重，军民死亡大半。大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医药无效，到处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。首都开封的疫情更为严重，军民死亡大半。大宋仁宗嘉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孝道士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，首都封的疫情更重，民死亡大半。大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医药无效，到处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。首都开封的疫情更为严重，军民死亡大半。大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
医药无效到处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，首都开封的疫情更为严重，军民死亡大半。大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天下瘟疫盛行，医药无效，到处是死人和奄奄一息的病者。首都开封的疫情更为严重，军民死亡大半。